哎呀，大姐，是我，赶紧来，他们的，腿那么大的，当妈妈了，你问问你生的娃娃，给你爹妈点的。不疼，是了是了是了，乖哥，那给你加餐。我是车，我是车。你起个名字哦。没得不问他妈个同事。叫杨杨林哦。你问问他这个脚杆子怎么吃，这肯定是当军训的料。Yes!